啊，你们果然来啊！前几天我掐指一算，便知你们几日内会来访，果然是被我给梗到了。怎么，这回你们有什么贵事？前辈，事情是这样的，我们在追击一名妖人之后，意外获得毁云宝塔这个宝物。紫风姑娘说，我们可以靠此物灵气入地界，寻找九位天尊之剑。什么？哎，老夫年纪大了，你们年轻人这般说话，老夫一点都听不懂啊。殷大哥，你噼里啪啦讲这么许多，陈伯伯又不知道其中经过，那老人家哪能听得懂？我看还是换我来说吧。啊，原来如此，没想到自从担任你们下山之后，竟然遇到这许多变故。盘天岭一战，我未闻其讯，没能助师兄一臂之力，唉，这也是天意吧。当时事急仓促，声浪派又是有备而来，怒派剑邪忽然出现，斩杀紫云、空红两派掌门，当日之事就不可能就如此而已。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，人心奸恶至此，只好名门正派的三大派和四邪之类又有什么差别？唉，可叹可叹呐、啊！前辈说的是，陈伯伯，咱们不提这个。话说回来，你可知道地界入口在哪里吗？人界还有不少地界入口，只是大多十分隐蔽，若要一一寻去，只怕一年半载也找不到。老夫所知唯一的地界入口，好像是位在传中古墓扶桑的底下。扶桑，四川以山谷连绵、林木遮天闻名。而面临深处多阴煞瘴气，时闻有妖魔异物出没。你们也是知道的，在离青城山十余里处，有一个叫鬼鸣谷的山谷，谷中长着一片参天古林，据说其中最大的一株就是扶桑。原来如此，这么说来，我们得跑一趟四川了。先替老夫把话说完。据古籍所载，扶桑底下是一条极幽深的地道，直通地界天海，这条地道阴暗无比，寻常灯烛也无法照明，一旦在里面迷失，便是死路一条。不过古籍中也提到，那地道中充满幽魂散魄，如果有至宝灵火柱的话，便可以引魂吉利，转阴煞为幽火，也只有这幽火才能照亮这幽冥鬼道。啊，当年师父向我细说，那所收藏的诸多法宝时，便曾提到离火柱的名字，想必还收藏在旁听你的猛处。哪边妙极，师兄年轻之时极好寻觅诸般法宝，离火柱弄在他的收藏之中，那是绝不为奇。只可惜师父直到现世都没来得及告诉我那藏宝库的所在，看来我得回旁听岭好好找一找才行。事不离此，你们赶快去吧，我也得再跑一趟中原各派。剑邪侠那蚩尤复活，此事非同小可。就算他们再怎么怀思藏恶，此刻也得舍弃成见私怨，何以应付眼前的大难才行。虽然他们未必派得上用场，不过若要应付在各地传动的妖魔，那他们去倒也何以？那便有劳神隐前辈了。哈哈哈哈，好说好说，咱们这就各自动身吧。希望下次见面时，咱们彼此都能有捷报。多谢前辈，我没告辞。风姑娘，怎样？不行，我把师傅的房间和所有可疑之处全翻遍了，半点蛛丝马迹都找不到。师傅的藏宝室极是隐秘，我在旁听岭住了十几年，从来没发现过什么机关暗门之类。哎，这下早起来可有的累了。风姑娘，尊师临终前所说的四象法仪可有什么含义？四象门所用方位制成一套，和一般奇经八卦大大不同。四象法仪便是以此推演的，一套移形换位的口诀，四象门弟子都会这套法仪。风掌门，依凭真之见，鬼派的四象法仪可能和我们阴阳师的六刃四法盘有一些相似。既然上面记载的都是方位阵型，用以鬼派口诀来加以暗动，或许能触动什么机关，也说不定。我倒没想过这一层。然而盘天顶上到处都是四象阵图，大大小小的有十几十处，一一查起可能要花点时间。天色也晚了，今晚大伙就先在这里过夜，
我明日起在前地司令们彻查一遍所有的四项正途，大家以为如何？既是如此，那就叨扰一晚了。但是九曜厅后面有一批客房，平时是给来访的各派奇术长辈们住的，但我今晚都睡那里好了。有什么事尽管向门人吩咐，你们是我贵客，千万不要客气。冯姑娘一累了一整天，咱们就早点安歇，别碍了人家休息。是啊，不过唯独阴贤弟，你可不可以太早安息？蓝月跟月色一个人独享，太可惜了，别浪费今夜的良宵。上官大哥，你又来消遣人家了。喏，我说上官老兄啊，你把事情说得这么明，他们反而不好意思，这岂不是大帮倒忙？咱们只需装作不知，大睡其觉便是。啊，还是仙玉前辈有见识，大伙都听到了，咱们回房休息去，走吧走吧。是啊是啊，子枫姐姐，那咱们先回房喽。风姑娘，刚才大伙说的笑，你可别太在意。我明白，你大哥，你好好安歇吧。那你，没什么，你也早点休息吧，我先告退了。怎么师姐？你们都听到了，我的朋友们今晚都住在迎宾阁，饮食招待等等，须得殷勤做到，不可怠误，知道了吗？是。夜色这么清凉，我却翻来覆去的，就是睡不着，好像心里不知为何的烦乱不已。不会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的吧？掌门失忆，我最不想要的东西，结果最后我还是也住在这个上面。唉，如果大师兄不跟我争这个，如果当日的禅师没有发生，或许师父现在还好好的活在人间呢。结果我是再也看不到师父坐在这石椅上的模样了。师父，你的灵魂还在这里吗？师父，你就这样突然先去，徒儿忽速间接任掌门一职，实是惶恐万分。莫说徒儿年轻事浅，不足当此大任，眼下见血，不日便会复活，持有这个上古邪神，人间前途多难，存命尚在未卜。师父，您老人家在地下，可保佑应大哥能带我们打倒嗜血，保了人间平安存续。啊，风姑娘，应大哥。怎么了？一个人坐在那发呆，该不会是身体不适吧？不，只是不知怎，就是没有半点睡意，索性来到这里想点事情。应大哥，你呢？啊，我也是，想着今晚房里有点闷，上官兄的鼾声又格外起劲，所以决定起来走走。没有碍着你吧？这也没有旁人，对我说话不要那么见外。应大哥，既然你也睡不着，那么陪我说点话好吗？好啊，风姑娘。你想聊些什么呢？云大哥，您答应过我，当我们国土时要叫我月儿的。啊，我记得，只是平常叫风姑娘叫惯了，一时改不了口。其实，当在木桥一站，我就听见你叫我月儿了。啊，因为那时你若师长进法，形同自杀，我为了阻止你，情急之下，这我当然明白。不过，当时我听到你这么叫我的时候，我真的是好高兴，也幸好那时我没死成，不然就再也听不到第二次了。所以应大哥，现在是不是能再叫我一声月儿？我真的很喜欢听你这样叫我。月儿，我，应大哥。
张世杰，不好了。齐师弟，你身上的伤怎么回事？有的妖女说妖魔攻上盘天岭来，对方攻势极猛，师弟们抵挡不住，已被他们攻入银日馆，请沙漠师姐尽快退避。有这种事，为何不早点通知我？敌人似乎对盘天岭的地形十分熟悉，一开始就聚众截断银日馆和紫秀殿的通路，然后反向包抄回来。我们三面被围，死伤惨重，侥幸未死的只能分头逃出。我好不容易逃进银日关内，赶来向掌门师姐报讯。林大哥，眼前是寒武山那剑的，他是冲着掌门来的，你快去叫醒大伙，咱们合力抗敌，这回一定要寒武山血债血偿。齐师弟，哦，呸错，不好意思，齐师弟，齐师弟，哎。死到临头还想要血债血偿，真是天真的可以。寒雾杀，果然是你这没死神的妖女。林大哥，我们俩对付不了这么许多，你快去叫醒大伙，我来挡住他们。胡说，这许多敌人你一个人挡得下来？还是由我来断后，你去向大伙报讯。林大哥，有些要断后的必死无疑，我不能让你这么做。哈哈哈哈，你们这小两口真是情深意重，老是争着谁要先死。反正我们今日要血洗盘天岭，你们谁先归天不都一样？月儿，既然咱们谁不愿意先逃，我看不如一起和我们大战一场，身上还来个大血，而且打斗声也定然会引起紫风姑娘他们的注意，只要他们赶到复原，咱们未必会输。没错，燕大哥，就算是死，我要和你死在一起。月儿哟，小两口多亲密啊，想同生共死。好，我就成全你们，那你们一起归天吧。上。哎啊，好，神木埋伏。那喜欢的朋友记得追踪我的 IG 跟我的 FB， 然后记得按下 YouTube 的订阅按钮跟铃铛，把通知打开。那。我更新影片，你就有收到通知了。OK， 好，就这样。好，这一关呢，我们先移到左边，然后先去拿那个妖魔牙爪跟那个翡翠碧沙。好，先用领取召唤。然后领取去捡这个。应该是翡翠碧沙吧，对，没错。然后敌人这边我们快转，好，然后想一下啊，这个是什么？看一下，这个宝物是什么？2500两。OK， 好。我觉得领取到那边好了，让那边蓄气，然后去捡妖魔牙爪。哎，还没有打他哎。哦，直接戳死你。其实领取这个召唤兽真的可以撑到很后期，真的很不错，不错的一个召唤兽。好，我们用天火之术烧了是吧？啊，差一点点，真是可惜。冰玉寒蓝也学到了。好，我们让领取去拿。啊，差一格。
哎，我们同伴什么时候回？什么时候来啊？第三回合吧。嗯，阴剑鸣攻击力还是很强的，53等了。我这次玩的时候，一定的等级点蛮高的。我现在打这些兵，经验值都很低。啊，碎啊！等一下用凤凰月再把我们两只炸死。我们来也，还好我们没有来晚。应公子风姑娘，你们都没事吧？我们没事，你们来了就好。这么一堆敌人，单凭我们两人实在应付不了。就是你这妖女，竟然还敢自己找上门来。之前被人逃掉，这次我一定要亲手为兄长报仇。所以韩五月不是韩五不是那个韩千秀的兄长已经死了。看来这次韩乌沙是势在必得，带着妖魔。紧接灵猛精强，大伙可千万大意不得。哎，既然你们全都到齐了，我也不能再袖手旁观，临死吧。好，这韩千秀和兄长已经被害死了，真假的？凤凰月这个位置不太好，我应该可以挡住啊。可以挡住，可以挡住一级啊，这样 OK。 然后阴剑平不要动，动一格也可以，动一格好了。其他人看一下宝藏位置，好，先走左边的人。哦，妖魔牙爪拿到了，我们把这个东西送给那个夏侯仪。然后顺便用一下血刃之咒给哇。去气，好，可以这样，来吧。嗯，不痛不痒。哎呦。小月月挡住了，还好嘛，命中率这么差。好，然后我的先用火烧，等他们走上来好了。这一关没有限制回合数，好，剩46等，48 47，给韩千秀还有燕明农收尾。真远真远，哦，真远还真多。然后三光远蓄气，剑平。再休息一回合。
血刃之咒，血刃之咒等一下再用好了，先走到下方。辉夜魂石，先打他一下好了。OK， 好，好，那我们领取先走到这里，然后再放暖风神行。南风神行怕一样怕火，诶，鬼族也怕火，那就不用跟他客气了。直接烧死你们。哦，直接带走，会不会太痛了？好 ，OK， 轻松轻松，阴剑平就继续休息好了。啊，不然蓄气，不要让他打敌人。OK， 然后下回这里49等48 49，好，可以先把他打死。有点远，我觉得离他远一点好了，这样子好。放个命魂大法，应该可以干掉一只啊。OK， 先一套，先去拿这个宝物，绝伞。然后嘛，你也只打得到。我。抽不动，打不到啊！我知道了，我站在那个三棍看能不能轰死这一只，可以。然后韩千秀站这里。OK， 漂亮，这个位置就对了。然后给阴剑平补血，好，然后再给风寒月炸，以我神诀炸这只。OK， 轻松。哦，又增援了，第二批。
是风，不这样的。OK。应该打得死吧，可以。哦，夏侯仪就是帅。等一下，先摸到韩国菜一下，才会触发剧情。我觉得太多地洞往右边走了。看一下哦，在其他的外围。OK， 因为第三批还没有增援，所以我们现在呢，可以直接想把母亲通通打死了。因为我觉得再不过去帮右边的人，应该撑不住。该过去帮忙了，因为我没想到敌人全部往右边挤。看他们吸一点敌人过来。49等，装备，哇，再退后一点点。好，这样。哦，真应不知道会不会死哦。连续被打两次的话，哦，好痛哦。夏侯仪，我可以有引到一点敌人过来。还可以，还行，还行。好，要触发剧情啦。哎，没有吗？怎么还没触发？好，没关系，我先把这干掉。还没打死。这么硬，好 ，OK， 上弓箭就出补他一刀，上弓箭应该撑得住吧？应该没那么弱吧？现在这个冰冻了，这一只可以打。
但我现在找不到他。好，我们让宁缺打这个鼓足一下。OK， 然后再让真硬打，应该可以打得死啊。OK， 可以。神器流转。下回一碰到被航母超法术打，应该是不会很痛啊。然后仙女超直接打这只。OK， 那还有吗？好，还没触发剧情吗？哦，还好，挡住。碎牙，50人。好，第三回合增援。好，第三回合增援的敌人有很多宝物，一定要打死。哦，尊印，哦，还好没有很痛。哦，夏侯仪被打倒是挺痛的。两只啊，三只啊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好，是要用普通攻击打他吗？哦，有触发了，不对。这黄无沙和上回交手时大道不同，我连方几次猛攻、猛砍，似乎都没伤到他分毫。会不会和那鬼魄狮王一样，有什么护身禁制护身？嘿嘿嘿，你们此时便已察觉，倒也不算太蠢，就告诉你们也无妨。盟主赐我一件护身法宝，叫做三魄鬼眼。只要我死物在身，任何剑法咒术都伤不了我。糟了！听说三魄鬼眼是集狂魔地煞的凶眼淬炼而成的鬼物，此物内受无数邪魂利器，足以挡却兵刃之术法之极，但身上既有如此邪物，怎么要灵只怕很难。让他再如何厉害，我就不信用本派的至阳剑气破不了这鬼物。殷公子有许多神兵魔器之能，远非人力所能及，硬拼无益。我以为咱们还是先退再说，可是这九曜厅之后东珠客房居室并无后门大道可通外头，即使想退也无路可退。我花这么大功夫夜袭银日关，本就是要将你们在此一网打尽，懒容得你们生离。既然如此，大伙不能在此尽数覆灭，咱们合力杀出一条血路，能逃几个算几个罢了。三官老弟，咱们两个就打勾阵吧。不，事情还不至此。师傅的确说过，这九曜厅底下有个秘密宝库。不止如此，我还知道这宝库还有通往山下的密道。如果能找到宝库的机关，也就都还有救。只可惜韩无沙的婆娘不会发好心，让我们慢慢找。如果你现在想不出来，咱们就给陪你到西天慢慢想了。等等，那机关所在是向法医。我明白了，如果机关是在这大厅里的话，一定是在那里，不会错的。你想出来的？嗯，我想八九不离十。殷大哥，咱们一行之中就只有我知道四项法仪其中机关，非我不可。大伙帮我挡一回合，我这就去启动机关。到了，咱们帮你调阵。应该一下就可以走到了。那我现在拿做一个蓝风神行的，应该在两回合就走到了。好，那这边的话，
没打死。一滴，然后后面这些敌人就很强了，这边还蛮强的。哎，好像也还好。涂鸦先把这只干掉。OK， 然后寒雾沙站那边真的很麻烦呢。紫风不能死，紫风死就他会召唤神将。哎，不是神将，妖将，妖将我是打不赢的。好，其实可以啊，还有机会。夏侯仪就一样冰华之阵打这里。OK， 91。OK， 好，还可以，没有太难。碎啦，我觉得弄反命之阵了，嘿。等着，碎，好，不会太痛。最后结束，简单的排位置。OK， 应该要触发剧情了。一击必杀，刚刚几只没有掉把握，他有这么期待，他们等一下就要逃了，这样有点难追击耶，尤其是鬼火，我到底要怎么打？哦，好痛。差一点点打死他，哇，那吐那个纸好恶心哦。好，我的寒月玉兔上的石雕可以安动，果然是这里没错，香虚化术有这回事，可恶，又能让你们得逞！大伙合力挡住寒雾沙，别让他冲过去了。OK， 然后嘞，他可以动了吗？还不行。神器流转就好了。OK， 神器流转。他说不可以让他过去，是不是？他紫风是什么时候会放法术啊？看一下，
可是他没有放法术啊。好，没关系。然后第三批增援的死之虫跟紫燕妖灵，OK， 好，死之虫，也就是说古族那些都没东西，对不对？啊，好了，啊，我想一下哦，那我们要弄神威天光，直接炸中间那几只好了。啊，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刚好可以。对啦，炫神武术凌晨玉露，然后赞。我怕三个人也会被打死。OK， 站远点。穿越硬环，又怕被打死，没有补到他的血。然后夏侯仪先跑，往下跑了。会被打死吗？应该不会吧。好，走这里，领取走，走到这好了，打他。给你蓄气，好，完美。啊，我忘记还有一只。算了，没差啦，死就死。可能主要是那个紫燕妖灵要打死。其他不重要。我靠！哈哈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反正他们要撤退了。成了，原来密道入口正在这里。密道机关和入口都在掌门石座上。真是令人意想不到，好极了！待会赶快推入地下。可恶，事到如今，只好用邪恶把你们全部烧杀于此，烈自封杀。且慢，这是我的上破鬼眼，这天法雷皇真法。之前没有不能破的鬼物邪阵，你的护身镜子已经没了。如果事项的话，就快快离去。居然会有这种事，你们给我记住。好，我们击退他了。不过那个，他们会撤退对不对？好。不过子峰后下一关会讲说，其实那个是骗他的，哈哈。哎呀，我的夏侯仪！等一下，夏侯仪在第二，在下两关会有很好的表现。
哦，又升级了，太棒了。49等。这关几乎所有人都上50等了，不错不错。好，然后最后一只呢，给上官云说。打完收工，这场仗还真是惊险万分。是啊，幸好紫风大姐又击出她的私房法宝，不然那航母舱还真是难对付。不过紫风大姐啊，既然有这等法宝可用，你为何不一开始就说清楚，咱们这场仗也不用打得这般心惊胆战。飞燕，我根本是骗她的，光凭风雷禁域还回不了伤破鬼眼，只能使他暂时失去效力，伤破鬼眼的邪力不用半炷香的时间就恢复，这只是逼他退走的权宜之计。即使他发现自己被骗后再次找上门来，那时张默已退入地下，他也无可奈何了。紫风姑娘此计着实妙计，不过航母上有伤破鬼眼护身，终是张默将来的大患，难道就没有方法可以将他毁掉？伤破鬼眼炼制极难，要将他毁去自然也非易事。据我所知，只有威力强大的神兵才能克制伤破鬼眼的妖力，至于要将他毁去，只怕非一时三刻可成。那个紫风姐姐，先师的宝库收藏有他老人家毕生的珍藏，其中不乏各式神兵法宝。紫风姐姐，咱们这就下去看看，或许能找到什么合用的宝物也说不定。说的也是，咱们这就下去拜见灵山前辈的收藏吧。OK， 好，自己到这边了。哎，有点累。好，喜欢这一集的观众朋友，记得按下 like， 然后记得订阅我YouTube 频道跟铃铛，记得追踪 IG 跟 FB。好，谢谢大家这集的收看。